嘉义地区的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基督教医院妇产科林世杰医师，今天在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在这边的一些服务项目。第一项呢是产前的一些诊断与遗传咨询，第二项呢是跟荷尔蒙失调有关的一些月经问题，第三项呢是一些妇癌的筛选与妇科肿瘤的追踪与治疗。那我在这边会从事内视镜的一些手术，比如说子宫腔镜跟腹腔镜的一些妇科肿瘤的手术。如果乡亲们有以上的一些健康问题，欢迎来门诊一起探讨与追踪，谢谢大家。